哇，今日嚟到姐姐屋企 Benjamin 嘅姐姐，你介绍下自己系边个？你叫咩名啊？我叫海欣。啊，你叫海欣啊，系喎，英文名叫咩啊？English name 咧，啊 ，Evelyn 系喎，大个女咗啦。你睇下弟弟同姐姐，哇，点解你有个咁大嘅公仔？系啊，你边度攞噶？啊，同弟弟一齐玩呢？而家讲嘢叻咗好多啊！哇，姐姐，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呢个系咩色啊？系喎，绿色。边度搵？好发色咁犀利嘅。喂。No. 怎么打球？你可以示范一下吗？他不会了。哇，姐姐竟然识讲台语哦！咁你咪识三种语言？哇，好厉害哦！而家两岁几啊？两岁四个月，一岁四个月，两岁四个月，两岁四个月就识台语，会唔会犀利得滞啊？咩咩全部都识嘅，跳舞，佢净系跳舞噶啦。哎呀，这个天鹅哦，天鹅哦，天鹅哦，啊，去那边跳天鹅哦，啊去，怎么唱啊？一边唱一边跳，哎，姐姐是。比完。哇，好犀利，又识讲英文喎！哇，咁嫂嫂，你平时同佢讲英文、讲普通话，又讲台语，三种语言又讲埋广东话啊？讲国语多啲。哦。台语系识唱嗰啲歌啊。哦。但系都好叻喎，识咁多嘢，好叻啊你！他不懂干杯，你讲话干杯有吗？耶，干杯耶！不懂了。你讲个名咧，普通话咧，姜姜，爸爸叫咩名？哇，好犀利喎！成个名都识喎。你
唱一次俾沈沈听啊，点唱啊 ？The wheel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。Baby， 嗯 ，Baby， 哎呀，好得意啊！你嗌得阿 Baby 系喎，阿 Baby，Baby 弟弟噶嘛，阿 Baby，Baby Benjamin 系咪啊？哇，你好犀利喎，咁快识玩啊！哇，好叻哦，好叻啊你，咁快识玩啊！哇！紫色，紫色哇！咩嚟噶？我卡嚟先。唔系 pink 啊，另外一个啊。purple 啊，哇，好叻喎你！喂，你走咁远嘅？啊，系喎。系喎 ，orange 啊，系喎，好叻哦。姐姐先，姐姐你切乜嘢啊 ？What is this？ 啊？你切紧乜嘢啊？你再讲一次，呢个系咩话？啊？呢个又知唔知咩嚟噶？呢个咩嚟噶？番茄。番茄喎，系喎，佢嘅一半喺边啊？咁番茄英文系咩啊？Tomato， 哇，好叻喎！呢个咧，呢个咩嚟噶？你温住先。呢个咩嚟噶 ？Evelyn。番茄。番茄。番茄。哇，又识讲普通话，好劲哦！大番茄。哦，你喜欢吃番茄吗？有。有。有，你喜欢吃吗？不喜欢吃哦。系啦，导游啦，带我去世界各地导游啦。系啊，带叔叔翻台湾啦。同仔带你同我行街得噶啦。国语即刻识。系啦，好犀利啊！我买即刻识。很厉害哦。英文即刻识。好啊，带佢去啊。好啦，咁我哋咧探完呢一次数数啦，因为咧我哋今年咧见嘅次数比以前少啦，因为真系要凑恩顺啦，跟住再加上好忙啦，大家各自各生活啦，咁嚟紧佢哋又翻台湾咯，咁样，咁所以我哋就尽快见面啦，咁样，唉，真系好耐冇见过佢哋啦，咁同埋好开心啊，我睇到咧，即系海欣咧嘅成长啊，由佢出世啦到而家啦，都讲嘢咧比以前进步咗啊，语言我真系觉得佢好犀利，2岁零4个月啫，但系佢识听同识讲4个语言咯，中文、英文、广东话加普通话，唔系中文系应该再讲一次，系台语、英文，跟住本身嘅普通话啦，再加我哋广东话啦。咁虽然咧数数就话佢听广东话咧就有啲抗拒嘅，但我自己觉得哇，2岁零4个月已经识得听又识得讲少少，咁样已经系好叻嘅女孩子嚟噶啦。再加上佢又识用台语去唱儿歌，哇，超犀利咯！跟住英文啦，咁其实佢又冇翻学嘅，佢哋谂住可能4、5岁啊先翻学，咁但系佢已经识得嗰啲嘅水果嘅英文名称啊，又识得讲即系好基本嘅英文儿歌啊，唱出嚟啊，咁样哇，好犀利咯！我觉得即系而家啲细路仔好幸福啊，即系同埋学习能力比以前系强咗好多，好犀利啊，系啊，咁同埋佢嘅自理能力啦，好强啦，咩都要自己做啦。头先咧嫂嫂又话俾我听，佢要自己倒水咯，系啊，我 miss 咗啊，因为好难去即时影到啲细路仔，呢啲细路仔变化得好快啊，动作都好快噶嘛，好难好捕捉到佢哋每一个学习嘅动作啊、行为啊，所以头先我亲眼见到佢，哇，由另一个樽倒落嚟，自己个樽度去饮水，仲要系自己整嘅时候，我觉得哇，好有即系以前教啲细路仔嗰啲蒙特梭利嗰啲教法，即系要自己去学习自己嗰啲嘢咯，系啊，同埋系啊，又识收玩具啊，咁样咯，系咪啊，仔仔？咁你快啲学下姐姐咁啦，你姐姐好叻啊！
系啦，唔知佢下次再见面嘅时候系几时啦？可能再见佢嘅时候已经又大个女咗啦。咁所以，唉，睇住小朋友成长，的确系一件好开心嘅事，系咪老公？系咯，咁样咯。嗯，系咯，我哋都要加油啊！系啊，我都要加油，好好俾心机教仔仔。咁啊，今日咧，我哋又系 family vlog 啦，因为佢哋都系属于我哋 family 啦。咁不过就唔系属于就系 BTS 啦，系属于我哋一个张氏家族嘅 family。咁啊，都可以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咁样咁啊，系啦，咁啊都可以激励下我，俾心机可以教小朋友，教我个仔可以学下唔同嘅语言咁样，因为的确。唉，都唔容易啊，系啦，咁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咧呢段片分享到嚟呢度啦。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呢个 family vlog 嘅，麻烦大家俾个 like 我哋啦。咁啊，可以 share 俾你朋友啦，咁啊激励下自己屋企凑小朋友嘅妈妈啦，等佢哋知道，唉，其实你哋一个人唔系孤单噶。咁样美国嘅妈妈，所有都系喺屋企，多数都系自咁样凑细路仔噶啦。咁样系啦，都唔系咁孤单嘅啫。咁样系啦，好啦。我哋下條片再分享過啦，拜拜。